Hello， 大家晚上好，三幺八天，朋友们，我今天的声音 O 不 O 啊 ？O 唔 O 啊？我觉得是唔 O 啊，够厉害，我的声音喊到没有声了。来，进来的朋友们，say个 hi 好不好？来，今晚教大家煮什么呢？今晚教大家做蜜蜂窝，两道菜。第一道是蜜蜂窝，那第二道呢？要鸡蛋，三粒。然后呢，第二道就是蒜香大头虾。哇，那大头虾是这么大只，真的很大只，今天的大头虾。复制。声音 O 不 OK？ O 不 OK？ OK 的写 OK。等一下，我看不到。OK，OK。啊 ？OK。OK 啊。一定要先问的吗？学历一定要问一下，不然我讲完了全部。你每天的口头禅就是只有我的声音 O 不 OK？ 一开播，我的声音 O 不 OK？ 因为我的声音一路来都 OK 啊。我的声音 O 不 OK 啊？我声音一路来都 OK 啊。等一下，人家进来他是跟你讲我的声音 O 不 OK 啊？来，朋友们，那我们今天做的这个蜜蜂窝呢，那它的做法很简单，不复杂，然后呢，不用去仔细我需要用的东西，我需要用的那些什么材料的分量，因为我有比例给你们，记得，如果知道跟了我有几场直播的朋友，都知道我给的比例。我给的比例都是我给的斤两都不会很冷定的，都是有一定的比例，因为你们去记比例会更容易过你们去记 gram 数 ，OK？ 你剪头发很不帅。不帅吗？咖喱波讲那天 MCO 之前叫你去剪头发，你就不要剪。开始咖喱波了。不是我不要剪，我不得空剪。你看我老婆，真的是你们比我了解我还要比我老婆多。我老婆讲我不要去剪头发，看你疯叫你看，头发长啊，我看你要叫你阿英来剪了啦，然后染头发，旁边白的人出来了，要啊，白头发。我觉得为什么他们会讲你最近那么憔悴，你头发开始白了，因为白到完。Hello， 大家晚上好。大家晚上好。一开播就听我在边讲长我老公。哎呀，这个给你们看到我老婆的碗，你看我老婆，少女心，少女心。OK， 来，做。晚上好，大家来，我们今天煮什么呢？蜜蜂窝。我们今天，你们看这个知道要做什么了？今天年饼，这个什么，就知道要做什么了？今天做这个蜜蜂窝年饼 ，OK， 年饼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是大头虾。对，他样子看起来很累，我觉得是因为他头发的关系，他头发必须要去剪一下、染一下了，太长了，然后又脱色了，然后白头发全部出来。看到很憔悴。Good evening。我的样子一路来都是这样。他讲头发塌下来。来，先给你们介绍一下那个材料。材料我们需要准备什么呢？四样东西，你们先记这四样 ，OK？ 糯米粉、粘米粉、玉米粉跟白糖，比例是1:1:1:1:1。平分的哈。啊，就是。50 gram 50 gram 50 gram 50 gram， 我今天的分量每样都是50 gram 的。那如果你100 gram 就100 100 100 100，500就500 500 500，很简单，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好，不要想说，哎呀，我的这个粘米粉要放多少糖？那50 gram 的，我说一份啊，50 gram 的那个分量呢，我们要放多少呢？我们放三粒鸡蛋，2.5杯的椰浆，也就是125 gram。2.5杯 ，OK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就是这个芝麻。那芝麻很简单，芝麻喜欢吃多的可以倒多一点，然后不喜欢的可以不要放。啊、我觉得我很喜欢，所以我要倒多一点。我很喜欢那个芝麻香，那个
我50g的粉到100g 的芝麻，你讲。电视播的是你们店吗？那个是弟弟吗？啊，对对对 对, 对，我弟弟。那个是弟弟。青蛙声很大声哈，今天又有伴奏了 ，OK？ 今天又有请到青蛙来帮忙伴奏一下。我原本我还想说今天可能开不了播，因为刚才的雨大到完全讲话都听不到，只是跟对面讲话都听不到。对对对，刚才雨很大。很大很大。还好，我们在我们开播之前它已经没有雨了。那今天我的这个蜜蜂窝的做法有一点点的不一样，为什么不一样呢 ？OK， 我们说嘛，雅工粉。鸭肉粉，晚上好。OK OK 啊，讲啊，娜娜讲讲多次材料。OK， 鸭肉粉、糯米粉、粘米粉、白糖，每样各50g。啊，1:1:1，1:1:1啊，它的那个分量是，然后那个叫什么？椰浆125g，也就是2.5倍。然后呢，鸡蛋三粒，然后还有就是芝麻呢，随意，自己喜欢吃多放多一点，少就放少一点。那我今天有一点不一样是为什么呢？那平时我们吃的这些米汤球啊，就是蜜蜂窝、马蜂刀啊，这个饼是不是都甜甜的？对。然后我这个呢，今天就不会很甜，我们就因为我的糖是做低糖，还有我会加一点点的盐巴，少许的盐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饼干我比较喜欢耐吃的饼干。对对对，怎样叫耐吃？就是我们吃的甜，第一口很好吃，第二个很好吃，第三个你开始腻。对。可是如果我放了一点点的盐巴，那它吃起来它是咸香，后面带甜。对。那你很耐吃。对。OK， 明白明白。如果想要明白。不想要吃这么甜的，你们就跟着这食谱，因为我们哈做的都是多数都是啊，就是低糖的。低糖的，低糖的。低糖的，因为那你们可以先做这一小份，这边很少而已，很少。然后椰浆我们倒进去，我们先 mix 鸡蛋，然后鸡蛋呢，因为这鸡蛋买了还蛮久的，那天还阿娘娘不要的，然后我们就会先敲在碗。然后为什么呢？鸡蛋三颗噻。我啊，鸡蛋三颗。奶奶鸡蛋三颗哦。因为我担心等下会有臭鸡蛋。OK， 那我们就是这样搅拌，是不是很简单，朋友们？简单些，简单。我刚才炸了这个材料的蜜蜂窝，啊哈！这样厉害。还没有啊，好戏在后头啊！啊，还有不？还没有完，还没有完，食谱还没有完，等下再放一点功夫给你们哈。这个是很普通的蜜蜂窝。可是这个刚才哇，吃的很好吃，很耐吃到我已经吃了很多个。来，朋友们，接下来就要这个噔噔噔噔，来一番匙的这个万能炸粉。一番匙的万能炸粉，哎，让你们看炸起来的感觉，绝对不一样，朋友们。然后跟那个口感非常的酥，它很酥脆。然后我们就这样搅了，那我们哇，有德国的朋友们呢？哎，中国朋友，德国，哎 ，Germany， 有德国，加拿大也起床了，耶 ，coconut milk 没有多少，125 ，Jenny， 哇。125 ，OK。不放三蛋可以吗？啊？不放三蛋可以吗？不放三蛋放。我觉得没有那个香味哦。没有那个香味咯，可是你们可以放什么？你们可以放 coffee mate。哦。啊，放 coffee mate， 放 coffee mate 加水泡了，你们才放下去放凉啊。OK， 来朋友们，那我们这个mix过，这个重点是在什么？重点就是在这个万能炸粉。那如果你们不放也没有关系。放它会更加的蓬松 ，OK、嗯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的这个我会先炒过一轮。OK， 芝麻先炒过。给老。来，我们芝麻。移一下镜头。干锅下去炒一炒。芝麻我们先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炸的过程，并不是每个芝麻都可以炸得到，有时包在粉里面的就炸不到了。那炸不到的芝麻它就没有这样香。那我炒过一轮。
自己做这个新竹芋苗的下单。对。然后那个谁啊，这个新竹芋苗的下单嘛，这新竹芋苗的下单。这个没有的下单，再下单下去啊！等下那助理跑到两半个，昨天助理做到三点多，还不够均匀，还没有教好。对对对，还没有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我们慢慢来，一样一样来啊，朋友们。对，这个加万的粉一定很蓬松，非常的蓬松。如果你们加万的粉的话，是非常的蓬松，让你们看。让你们看，它是整个是非常的蓬松。Chef Ivan 要浇就浇到完了，没有留半步的。万能粉，你们可以到我们新竹一下单，然后可以新竹一蜜粉下单。来蜜粉下单啊，朋友们。谁知道可以帮我冰，可以帮我打上来吗？冰一下。粉丝来自世界各地，真的世界各国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是会这样。万能粉一个饭匙，万能粉一个饭匙。万能粉一饭匙啊，然后记得。万能粉可以向我们购买。不要放油啊，在炒这个的时候，哇，味道出来了。是吗？没有炒，你可以试看炒过的 ，OK， 可以试看炒过的。然后炒到微黄，然后关火，因为我们的锅会有余温，然后这个余温会导致它会超大。那我关火了过后，就利用这个余温，慢慢去再烤它，啊，然后它的香味就会出来了。这芝麻，然后记得芝麻，如果是你们这样炒的话呢？它是 very 的香，很香，香到没有朋友。不要放鸡蛋可以吗？不要放鸡蛋，我跟你讲，不可以。不要放鸡蛋啊，可以。会很硬。没有啊，你就加水啊， oh. 然后万能粉要用多啊， oh, okay. 可以可以，没有问题的。一些素食的，那你们加水 ，OK， 然后加万能粉 ，OK。可以用烤炉烤吗？应该是他讲这个芝麻法。哦，芝麻可以，如果这个的。比方说烤炉我就要想一想。他们讲芝麻可不可以用烤？可以可以。我觉得应该可以的。可是哦，我之前有用烤炉烤过芝麻啦，我觉得效果不理想。为什么呢？我不懂是因为我的心理作用呢，还是什么？因为很麻烦，我这个啊，因为我们不是很多嘛，我只是热锅开大火，锅热了，芝麻倒下去，这样炒一炒它，关火炒一炒它就搞定了。那烘炉的话，我觉得应该要先预热。然后我们又不能放太厚，只能放平。有下面有一个新主意的那个连接了，看到吗？李红，谢谢李红。你看变起来啊，有变了。只放椰浆不放水吗？啊，对，不放水的。那你们如果是椰浆的分量，你们放少了，你们可以加水。那你们不放鸡蛋的话，你们可以加水。OK， 明白吗？锅是什么牌子的啊？锅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因为很多人找我拿令，然后又拿令买不到，买不到了，因为这个是我之前在淘宝买的，它的存货已经卖完了。来，今天煮蜜蜂窝，蜜蜂窝跟那个蒜香大头虾是我的晚餐啊，朋友们，哦，还有朋友们。做这蜜蜂，我记得啊，我良心建议，不要放黑芝麻。有一些人会放黑芝麻，然后炸起来呢，会好像有一点那种我们的锅、我们的油洗不干净、捞不干净，炸到黏到超大超大这样。哦。因为这是我之前的经验，我做过一次这样的傻事。啊，朋友们。所以这个你们一定要记得的 ，OK？OK，、okay? okay, 来那个关于那个万能炸粉的话，你们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新竹芋 page 那边下单，客服回复你们哈，明天就回复你们了，可能客服已经睡了。万能粉那里万能粉东马有卖，西马也有 ，OK， 全马包括新加坡，可是新加坡现在目前不能寄哦，要等年后了。一包万能粉15块 ，OK， 一包万能粉15块，可是它的。你们要炸什么都可以，要炸什么都可以。对，万能粉15块，朋友们，我这边我是放了100g 的那个芝麻，那你们自己可以加减哦，自己斟酌加减好不好？芝麻可以洗吗？洗了再炒干哦，洗可以啊，洗了再炒干没有问题啊。你们可以洗了再炒干。谢谢你们分享，谢谢大家的分享，谢谢大家的分享，谢谢大家的分享。太邪了，我昨天没有直播。昨天放你们飞机哈，昨天放你们飞机。Hello， 晚上好，晚上好。
OK， 来运费的话呢，是西马的话运费是10块钱的，然后呢，如果是东马的话呢，就运费另计。万能粉是马铃薯粉吗？张玉兰，万能粉不是，万能粉是我调的粉来的，这样子的。可是现在收到的不是这样子啊，因为这个 sticker 已经完了，然后第二批运着来，OK。第二批还在海上，海上关，还在关着，还没有出来。所以你们现在收到的嘞，就只有这个东西。这个 logo 啊，小小个的公仔，会搭 OK 啊，600g，万能粉600g，万能粉600g，OK。什么想请教 Chef Ivan 为什么炸好拿起来是油油的？如果炸好拿起来是油油的话，就是你的，一就是你的粉浆开不对，第二就是油温。可是这个东西它油温也不能太高的。啊，油温到150度左右，我们就要什么好的，油温也不能太高，不然呢，油温太高，这只东西啊，朋友们，油温太高，这只东西它会掉，它会脱模 ，OK。师傅，以后可以不可以早点吗？那么迟了要睡了，我们慢慢去 adjust 那个时间。我在 adjust 时间。OK， 慢慢 adjust， 因为刚真的，我们从早上忙到现在没有停过。从早上忙到现在，只有吃的时间停下来吧。哇！万能肥一包600g，靠近啊！靠近。来，朋友们记得啊，那个粉浆不可以盖过它的那个膜啊，不然它透不到啊。对。才包完你就熬好了啊。OK， 明白吗？我觉得你很斯文呢，我第一次看你这样斯文呢。什么？我没有看过你做年饼。哼。我第一次看我老公做年饼跟你们一样哈，我没有看过他做年饼啊。以前我跟他太在一瞬间做的时候，很斯文呢，今天好像很斯文，要看多两眼一下。那我们就这样放他去炸 ，OK， 给一点耐心啊，朋友们。油温太高，膜会不粘粉。对对对，油温不能太高，温压。你应该把那个什么？啊？现在不是手很酸哦。妈的，他竟然不要掉下来。我不然会不会捞？啊，那个室温度的那个可以向我们购买。室温度的。我来自巴黎的朋友 ，Hello， 巴黎的朋友，法国，法国巴黎。捞的蛮酷的，怎么会脱不到膜呢？这个。油温太高也脱不到膜是吗？没有啊，油温才105度。不可怜啊，还是我的油。你的玻璃大杯子现在用着的哪里买？啊？那个也是淘宝买。也是淘宝啊，那个可以煮的，那是锅来的，朋友们。啊，去了，吓死我！还好啊。要摇出来，他300年没有做年饼啊，我跟他在一起这么久，还没有做过年饼哎。等你有照片的时候才买。你们不要这样哎！晕着来呀，晕着来了。晕着来呀，晕着来呀。铁不够热。铁不能太热哎。Hello。铁如果太热的话啊、哦。水果妹 ，Hello。它不粘，它不粘哦，它不粘哦，朋友们。哇哦，1600人了。哇，原来你们是喜欢看年饼。哦，那叫明天继续做年饼吧。明天再做多一个年饼。他们讲膜不够热。膜不够热。头几片是这样子的啦。还没有抓到 cake 啊！嗯，哇，好的。第一次炸蛇不会包到完那个膜，谁？哇，很蓬松哎！你们看他们很大个哎，整个开开的，炸到美美，你们看到吗？看到吗？你看，有没有很蓬松？非常的蓬松，看到吗？哇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那种蓬松感，一咬下去啊！这个、直接是好像入口即化的感觉，这样。刷刷声啊，朋友们。对对对，哇，1700人了，今晚再破2000啊！哼，刷刷声啊，朋友们，不是开玩笑啊。你的模型放在粉浆要摇一摇，粘了，对对对，粘了。膜不够热，粘铁不够热，前面就讲粘铁不够热。我的铁不够热，一下去它的那个怎么就？这次有口福了啊！就熟了嘞。
对，前七个人了，很厉害耶。OK， 你们全部讲我铁不够热啊，我加到我铁热热啊。OK。但没有，通常是这样子的，前面比较难的啦。朋友们，我这份呢、啊？我不是在看年饼，我是在看帅哥的。将镜头转上来。这样子就好了，是吗？这样子就好了。他今天不帅啊，他剪头发长了。我叫他去剪一个帅帅的头先。他们讲明天哦是不能相信你的，你的明天是两到三天之后的事情。你们不要这样哎，留一点面子哎。杜兰，明天开给你看。约定大家明天晚上。然后我就六点就给你哦，破两千，我们一起唱新年歌，可以，没有问题。我现在就很想要唱有了，你们帮我破两千，我就唱出来了。叫我老婆唱哦。等一下啊。来，朋友们。这个膜哪里买啊？这个膜啊，沙波浪餐厅就有了，现在烘焙店也有哦，原料店啊。你住哪里的？不要叫我帮你买呀、啊！不沾粉浆，沾粉浆啊，这个很沾粉浆啊。这个沾粉浆啊。沾粉浆啊。沾粉浆的这个朋友们，是讲说我很没有耐心做这种东西。你看，我一直想要它快快透膜。今年出生，老婆吃最多餐的是什么？是你老公煮的。什么？哇，朋友们，这个年饼啊！你们不要塞，你们真的是不要开玩笑。他们讲叫你膜放在油下一点。你看我已经，他一 ，OK 朋友们，我的那个膜我一沾粉啊，那粉就熟掉了，掉下来了嘞。你的饼脱膜后，我的烘焙店有卖，对 ，OK 啊，我信你啊。我讲我怕做这种啊。太过手工的东西了，因为我们习惯了那种大炒稀烧稀烧稀吼吼这样子的。所以我就说我看到你今年很斯文哦。你看。我从来没有看过我老公这样斯文的。你看。你的膜不够热。一下去它都掉下来了，还不够热。膜太热了哎。对呀、啊，不可以放油里太久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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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炸两块年饼，那个汗流到比做烟饼还要够力。哎呀，你做年饼我觉得很娘娘腔哎喂。那好像我没有看过你这样斯文啦。我懂 steam 啊。我来帮你炸呢，他们看到没大喊，他们想要帮你炸哎。是没？膜要烧，那个膜要沥干。沥干了啦。沥干了啊。我膜还烧不烧？哎呦，很烧。他很没有耐心做这种东西啊，小小。我没有办法做这种的。你叫我做这种啊，我真的死给你看的。两样东西，一种是雕刻，一种是这种啊。你挑战我这两样东西，我就死了。很斯文，我跟我看不习惯呢。你们习惯吗？看到好像斯文，你们习惯吗？你看我连讲话都没有力啊。不适合你耶，你比较适合那些有触火的菜。阿妈，师傅先让我们的事情做了，让他讲师傅先让我们的事情做了，要帮你炸。还好，我是做50克嘛。如果我做多的话，哇！天亮了，我做多的话。天亮，我看我是。这个是女人做的，对，这是女人做的，我看她样子很好笑哎。小姐做的工，你们这样子，我都真了啊！朋友们，
我跟你讲，平生啊，第一次这样在这样多人面前做、啊欸。你在追我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，这样斯文的吗？是啊。啊，慢慢的嘛，知道了就快快了。哇，你讲这种话，我老婆讲话很轻的，你们要用心的去聆听。你啊，难道讲你炸三个就好了，空白照给他就可以了？什么？那个膜炸了要抹一下。啊，抹一下。不然那个什么？等一下，饼不是甜的，加了水。哦，妹妹哦，我的这个饼是咸的，因为我有放盐呢。我刚才有放盐呢，所以等一下吃到是咸的，不是我的汗水，是我真的有放盐。他们讲什么？这个要卖一卖。粉别太厚，粘太厚。啊，心急，对、哦、我跟你们讲，他很心急的，没有耐心的，所以我是第一次看他炸年饼，叫我炸跟死啊！我更加没有耐心。我跟你讲，我没有办法这样子哦，这样去慢慢慢条斯理。我是不从头，腰骨都断掉，看耐心。对，Kitchen paper, oil first。有，我有拿一块布在那边吸油了。我有拿一块布在那边吸油了。你是多少天没有直播了是吗？没有啊，怎么？就讲我多少天没有直播，我跟你讲，我很想要整盆啊扯下去，反正炸了也是一样的。不要弄这个形状啦，去看什么形状可以弄，直接给它放去炒一炒就可以了。我再给它扯，整个给它扯下去，你看，那流汗流到啊，我也是醉了这样子。那他们讲要叫你弄三个膜才不会什么太慢了一个。没有，我就以为说一点点这样子，人家太快。我要模拟发一个啊，一出四的四个一起下去。一出四的那个应该。叫他做斯拉沃千层蛋糕，他也不能做烘焙的。不能，不要一直叫我做烘焙。他不能做那种细工的，他不能做细工的。那种太幼的工我不能的，我是热炒的。啊，还在追我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啦，这样斯文的，在追我的时候，这样有耐心的，追到就没有耐心了。一直在骂汗，擦汗了。没有啦，我这个是讲说跟你们分享一下，用万能炸粉炸出来的，是真的没用过的啦。他等下他要崩溃哦，弄一点点他就崩溃哦。拿呗，可以啊，真的很耐心哎。这种啊，我跟你讲，这种空真的是不干啥也不没呀，哥姐。你看我的那个米胖球啊，现在不是做蜜蜂窝，是好像给蜜蜂叮到这样子。哎呀！他们比厉害啊，全部跟你讲讲座讲座。是啊。他是潮州人。我潮州人不是福州。真的做年饼真的是太辛苦了。所以你们买年饼的时候啊，麻烦不要跟人家扣价钱。我买年饼从来没有扣价钱的。我最多只是问他还有多少。哎呀，心急炸不大的。是啊，你看我一直想要快快给它脱膜啊，我想要蒸那个做那个淡水虾了啊。他们讲叫青蛙出来帮忙炸。青蛙出来帮忙炸，模具只有一个。有功率有没有电了？没有充电。哎，前七个人，看你炸到他们都没有耐心跑到这前四个人。你都根本都不是做这个的，来，我们炸，剩下最后两个吧，好了，炸了这个我就要蒸虾了，做蒜香虾 ，OK 吗？做蒜香虾，啊，我们做蒜香虾了，还是去我的老本行，
可是这饼干做出来是真的很好吃的，朋友们。这个啊，这个蜜蜂窝呢，做出来是真的是抖红的。你看，如走如归一样就掉了，太腥了。你看，我很想要马上关，快点给它脱模嘞，咬就咬了嘛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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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年饼，这个年饼，我告诉你们，真的很蓬松。来，好了，给你们看。大大哥的华为呢？Oh my god！ 完美啊，朋友们！你不信你试看。我没有不信，我看那样子知道很好吃哦。哦，我很脆，好吃。不会咬牙了，朋友们。我喜欢这样子的，芝麻多多的。我原本想不炸了的嘞，好吃。可是啊，它本身太好了。不会有油啊？不会有油，为什么会有油？不会不会不会有油的，要你干了。不会有油啊！我跟你讲，我不要这样子炸了。不要再去炒了。嗯。真的。啊。反正炸油的拍照就够了。那好啊。啊。我刚，我要问你干。啊啊！朋友们，我这样扯下去可以吗？你让我们自己炸那个。嗯。很好吃嘞。好吃。哎呦，很烧这个，拿那个。好。而且也不咸。嗯。这是重点，芝麻香。很香，朋友们。对，吃的人很爽啊，炸人很辛苦啊。哎，很爽啊，朋友们，这个。这真的很好吃哎，放了万能粉的是不一样的。好，朋友们，不要炸了，有的拍照就可以了。好吃。朋友们，这真的不是好笑的，真的很好吃。很脆啊，很蓬松，很脆。很蓬松，很脆。那我继续炸。来，我们现在做大头虾。对啊，做大头虾。来，你要大头虾吗？它炸到。老朋友们，我们现在做第二道菜，你们不要这样啦。可是我是想吃哎。Oh my god！ 太好吃了，朋友们 ！Oh my god！ 太酷了，太酷了，很香啊！嗯，来干杯！干杯！今天大头很大只哎，
终于回到你的本行了。好了，年饼看完了，年饼看完了，来要教你们做出炉的东西了。来来来。很好吃，应该好吃吗？很多、哦，我放很多芝麻。那把那镜头摸回来。摸回来。来，大头虾。口感很好。你们看到大头虾 ？OK， 来。啊？没有、啊。老板们记得，若你们买的大头虾呢，我们一解冻了就要马上煮，你就不能放在这边一直泡。如果它泡久的话，那大头虾就 no good 了的。朋友们，记得这个东西。来，这个是我们买回来的大头虾啦，它就是。塑胶一定要这样绑着，不然哦，它的脚断掉就不值钱了。OK， 如果是叫你做给咖啡的话，更加不能。龟咖啡，后来嘎嘎鸡啊！龟咖啡我更加夹了。我看以前小时候看那安迪坐在那边坐一整天，我们佩服他们。真的是写个福字给他们。来，朋友们，那好吃的这个，吃吧，我就再吃，我是没有，你不要吃完呢，然后叫我再招一轮。回来很好吃，然后就够力了，所以这样就够力了。哎呦，来，朋友们，先把他的那个脚有剪刀的先剪掉它了。因为我剪刀帮我放到哪里去了？那很拉丝哦。你们看，这是三只到四只一斤肉的。来，朋友们，大头虾啊、哦，你们不要这样子剪，你们知道吗？那不能这样子啊，这样子就完蛋了。大头虾我们一定是这样子，然后在它里面这边有一个沙袋啊拿出来。那大头虾，这是大头虾，大头虾，我找剪刀了。因为这个如果用剪刀的话，它就很容易。你要剪刀只是在这边这样剪，啊，它的虾袋、沙袋，你们就可以拿出来了。因为我的剪刀不见掉了。记得、啊、沙袋是装沙的，不是装黄啊。沙袋跟黄虾黄。一线之差罢了，朋友们，你们要记得这个东西 ，OK。鸡蛋卷的话可以用万能粉吗？鸡蛋卷啊，可以。可是鸡蛋卷本身都很蓬松了，那么鸡蛋卷很蓬松的应该不需要吧？鸡蛋卷是哪一种？如果要问的话，那鸡蛋卷呢、哦？recipe 先给我看一看，那我再跟你讲需要不需要 ，OK？ 小弟要在那边做到，一直在吃年饼吧，忘记烤一烤啊。来，朋友们，他的虾袋，啊，他的沙袋，在这边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这是沙带来的，拿掉，不要它 ，OK。来、啊，那黄牛帅啊！来，我们再看这一个。他黄牛帅啊，快！来，用剪刀啦，你们不要用刀啦，因为我找不到刀嘛，哎，找不到剪刀。然后这两只蓝公哦，不要拿掉，拿掉就不值钱了。我自己要断掉没有办法啊，尽量就不要给它掉了 ，OK。然后你们的剪刀在这边这样子，给它剪下去。那我没有剪刀，我就用刀了。
你们看到沙袋，嗯，沙袋拿出来 ，OK， 好，那我先清洗一下这个。你好，们问你大头虾哪里买哦？大头虾，我们这边就有啦。大头虾，我们这边都是新鲜的，我们这边活的，然后自己冷冻起来。那如果说，因为我们在霹雳河嘛，霹雳河出名就是大头虾，到阿浪这一带水啊，都是出名大头虾的。OK。万能酱可不可以煮面包蟹？可以。炒哦。可以。没问题，来，蒜头，蒜头一把啦，要多可以放多 ，OK， 通常要，通常想煮这道菜的人呢、啊，他们都是很喜欢吃蒜头的。因为大头虾哦，冷冻的大头虾很危险的，有时候在运输的过程呢、啊，它只要一解冻，你再结回冰啊，它的肉就没掉，肉质就没掉了的。比如我现在这样子，我再拿回去结冰，再拿出来吃，不能吃好了。啊，大头虾很乖懒的。人请假如果找一个会煮饭的男朋友吧。好，锅具位很简单的。啊，你看一下他情人节啊。还是什么是带你出去吃呢？还是煮给你吃？带你出去吃的十之八九全部都是不会煮的。来，大家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来，我们就是这样子。然后这个呢，我们可以剁到它很碎，我们可以剁到它很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可是不能变成蓉啊，不能变成蒜蓉 ，OK？不能变成蒜蓉，你看了、啊、这个啊，它煎出来的味道是很特别的，朋友们。来，好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来，把镜头转过来。这是淡水虾。淡水虾，你们要用海虾也可以，做法是一样的。来，朋友们，放入牛油。问你，你再买一 kg 多少钱？我这个，百一还是百二啊？这个，这好像百一百二嘞。来，朋友们，那情人节什么煮东西给老婆吃？哦，煮啊，煮龙虾、牛扒、羊扒，这些咯。煮到他跟我讲他不要吃了。来，朋友们，试试啊。蒜米，可是蒜米不要放完啊，我们只是放一半罢了，我还有留一半的，然后我们就这边继续炒，炒到它香香。OK， 这个要爆香它的，朋友。喜欢吃蒜头的人，这一道菜一定要煮，因为我没有骗你，真的很好吃。如果是要他们要煮什么，用回这里是必要煮什么虾都可以是吗？你可以煮什么虾都可以，煮扇贝也可以，你要蒸螃蟹也可以。OK， 炒到蓝黄，关火。微黄的时候你要关火，就是它已经开始爆香了啦。然后关火，把剩下的一半倒进去。这个我们叫什么呢？我们叫金银蒜。OK， 关火了，我们这个叫金银蒜。OK， 煮了我们吃哦。来，这样吃才煮了谁吃？哦，自己吃。来，朋友们，就是这样子，
那这样子还没有完的，来镜头摸过来这边一点。我们可以放一些冬菇粉啊、味素啊，然后鸡精粉 ，mix， 跟它 mix 一下，跟它掺一掺，然后跟一点点的糖，味素或者冬菇粉、鸡精粉跟少许的糖 ，OK， 那我们就是这样子 mix 它，将这个就放这了，然后我们的虾呢？看你们要怎样做，你们可以开背，也可以把它切开 ，OK。这简直就是完美！哎呀！哇！你看它膏喷出来的。哇！最好吃就是它头了。来，朋友们，这条虾肠一定要拿掉啊！拿掉。然后记得，朋友们，这只虾哦，不要傻傻这样去洗它的头啊！真的。不要傻傻去洗它的头，好像是它虾肠是虾。拿掉就好了。啊，拿掉就好。然后你们就是切好就不要再洗了，然后它的里面的那些膏全部都洗掉。冲掉它就完蛋了。是，就吃不到那个。吃到一点虾肠，我甘愿呢。吃不到虾膏，我就不甘愿了。哇塞，朋友们。昨晚地上电视，对。哎，那个八度空间新闻啊，对对对，来，我去洗一洗盘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蒸啦。OK， 就这样子处理了过后切半，然后等一下我们会把那个刚才的蒜蓉是吗？那个叫啊，来。我们把虾，哎，就没有开刀的。Oh my god， 流完出来了。昨晚刚才也是流出来。Oh my god。放盐，放糖。盐、糖、鸡精粉，哎，没有，不是，鸡精粉、味素跟糖。没有放味素，你没有吃味素了，你们就放你们的那些香菇粉啊，是什么哦？对，你们喜欢的、啊。你们自己的平时在调味的那个。OK， 就这样子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蒜头铺上去。放一点冬粉也是、哦、哎呀想要冬粉呢，有下面放一点冬粉我看你应该是放还可以放冬粉，可是你已经放了那个耶，放什么？放了那个，然后拿上来呀、啊、OK 好。为什么我的牛油会黑啊？牛油过期了是吗？味素就是味精哦，啊，味素就味精，对。如果你们没有吃味精的，你们就放你们的冬菇粉啊，还是鸡精粉啊之类的咯。来，朋友们，下面我们可以放一点、这个。这个虾会贵吗？他们问。这个虾会比较贵，真的，朋友们，可是很好吃。这个冬粉哦，我们就这样子。这个虾大概一 kg。泡一泡它。一 kg 百亿啊，应该讲。百，外面卖你们买的时候应该不止好的啦。那黄色干，因为我们干有用那个牛油下去炒啊。我们用牛油。所以黄色流出来是牛油来的。牛油来的，如果你用生油去炒呢，它味道就没有这样特别。这个酱可以放在蒸鱼吗？蒸鱼啊，也可以啊。蒸鱼啊，蒸干。蒸海鲜都可以。扇贝呀、啊。
竹炭。鲍鱼啊。鲍鱼啊，竹什么那个？竹炭呐、啊。竹炭这些。贝壳类的。小帮手睡觉、哦。啦啦啦，那种大大颗的啊，那种。这个蒸鲍鱼是很好吃。来，朋友们，然后呢？因为我有放冬粉，我就放一点水。因为要给冬粉吸水，等下冬粉就拿去蒸就软了嘛。他们讲那冬粉不需要泡软嘛，需要的，是讲说没有泡时间上啊的关系啊。那对，然后我们就直接可以放烤箱吗？我们烤箱可以 干掉不会干掉吗？它会，你要注意，不会、啊、你要注意火候。哦，如果放烤箱的话要注意火候，如果是放烤箱的话还有一道菜的其实好、啊、如果是那个虾要放烤箱、嗯、其实还有那个一道菜啊，鸡西狗也是很好吃。来，没有没有，我们就这样子。还有，有龙虾的话，还是可以放在龙虾上哦。嗯、这个我要讲虾呢。我先拿起来，不然很烧啊。太烧了。哎呦！他们讲你流很多汗，可以加料。没有，我现在没有流汗了。你看我做这个、啊，我没有流汗呢。刚才做的那个。可以叫煮龙虾嘛？我跟你们讲，它煮龙虾真的是，我想到都流口水。它煮龙虾，我跟你们讲，来盖上去，来有没有干爹？啊 ，sponsor 龙虾，它煮龙虾真的是很给的，我跟你们讲，好吃到你们会念念不忘。你们爱上我的龙虾、哦，真的。冬粉你们要泡水，因为时间上关系，所以就没有泡水，然后直接放一点水下去。如果你们在在家里自己要做这道菜冬粉，你们可以先泡软，啊，你们可以先泡软。小帮手睡觉了。OK， 朋友们，你们可以先泡软啊。我炒牛油为什么炒到牛油会变黑？是因为太热是吗？一是太热，第二可能你用的是铁锅是吗？锅哈。生铁锅会黑哦。那种黑色的锅、啊。它氧化了，对。还有那个什么，如果是用 butter 的话，可以吗？还没有 Branda。我啊，对啊，就是 butter。butter，OK，、okay, 用 butter。明虾可以呀、啊，可以呀、啊。所以这个这样子的那个，这样的那个 recipe， 你们其实可以用在海鲜上，任何的海鲜吧。那些比如讲说鲍鱼，虾。不是罐头鲍鱼啊，朋友们。那种有贝壳的，有带贝壳的。那活鲍鱼啊。对。不是罐头的。对啊，讲清楚，等下没有罐头鲍鱼，啊，那种活鲍鱼 ，OK。然后虾啦，那个叫什么？扇贝是吗？扇贝啊，扇贝啊，带子还是？那种海鸟啊。竹炭啊。竹炭啊，都可以。龙虾，这些都可以用，都可以用 ，OK。李立哥，晚上好。蒸多久？你忘记讲啥？5分钟。Can you please translate recipe to English version？ 有。Ivan Chia， 有。有，这次的 recipe 会有。这次的 recipe 会有英文哦。我们已经。可是我们的英文不是很强，我们请来一个人。对。他帮我们翻译。然后如果你们发现到那个他的食谱，英文食谱那边写了有什么不对的，你们可以在 comment 那边 reply， 好不好？对。5分钟是吧？对，同学你讲的对，5分钟。哦，厨师老婆声音很好听啊，谢谢哈。下次我就叫他，我来讲他来做就好了 ，OK。下次我来讲他来做哈。你这样子好咩？他讲我声音比你声音好听，你知道吗？就讲我声音吵了哦。然后声音好听，所以下次是我来讲，你来做，你动手就好，我动口 ，OK。活鲍鱼蒸5分钟。哎。活鲍鱼你们不要蒸太久，跟你们讲，等一下吃下去是准准的、啊，咬不断的。活鲍鱼蒸5分钟，很好吃好了。我要订一些料要。牛油黑会毒吗？哎，那个牛油黑就丢掉了。订一些什么料啊？李立青可以到新竹药边下单。苏顺进，拍 Apple Wine 啊！我没有酒缸了喂。我等浇筑起来了，我做那个黄梨的。你们想要买那个什么啊？那个粉啊，还是其他东西？你们可以到新竹那边去看一下。哈利也可以蒸哦。牛油还是布兰达？你刚才放的那个。布兰达。布兰达。还有一个是叫 butter， 你知道吗？ butter 就是那种做 cake 的那种 butter。butter 是西餐用的。对，所以我们是叫我你用的是布兰达对吗？嗯。好，所以大家确定一下是布兰达哈。
Blanda 是一个品牌，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雷西，就是牛油就对了啦，黄油就对了哈。那个拉拉也是可以啊。还有两分钟，拉拉可以。大颗那种啊，好，大颗喝。你们放一下冬粉加冬粉。只要是海鲜的，我告诉你，一下去就是。五分钟，大头虾也是五分钟噻。嗯。哦，没有啊。大头虾多久？看你的虾大多大只啊？多大多小？因为我切开了嘛，我的这个虾五分钟就熟了。对，好看你们的虾对不对？明虾的话呢？明虾小只哦。明虾。明虾多大只？三十只一斤咯那种。如果你没有开背，我建议你们要煮这道菜，开背，你们虾全部一定要开背，你要把蒜蓉碰到肉，这样那个虾肉才能吸到那个蒜的味道，才会香。啊，有啊，大家开背大概是五分钟左右。大家我们食谱都是有放那个直播链接的呀。好，嗯、懂吗？哦，直播的都有加，他应该有啊有啊，去看我们直播吧。还是煮的人讲比较好，没有啦，依琳，开玩笑的啦，我哪里会哦，我哪里会讲哦。高野爱，我们用的是那种白兰他雷西那种黄油，对，不是那种做蛋糕的是吗？不是做蛋糕那种，可以请我吃嘛？哎呀，哎真要是吗？哎真要来了，是吗？直播，现在要嘛？你有看到？哎。妹你 fish 冲哎真要不是啊，嗯对，来啦，你要 sponsor 我们嘛，那个大头虾我这个你看你看那个大头虾 sponsor 好不好，你看他们要看大头虾，龙虾大头虾，你那边要卖买点来我这边煮然后我叫我两个就给你买，对，蒙了呗，会蒙啊，可以重复一次放什么炒吗？放 CCTK 放牛油，月月都帮手了，真的非常的感谢大家那么热情的帮助我们，真的龙眼酵素的龙眼扒起来随便很少会没 我们拿那个龙眼酵素来看龙虾哈，你们要龙虾哈，他们要龙虾过年后可以吗？现在龙虾很贵耶，是咯，可以等过年后我们才煮龙虾嘛，现在龙虾太贵了。有干爹要 sponsor 吗？还是王阿姨 ？OK， 来看一下。朋友们，之前师傅去哪里找都有啊，你们可以直接去我们的那个 pet shop 边慢慢找就有的。你没看到朋友们？他发笑，在发笑。在发笑了。在发笑了。我先讲几十号啊，好像四十号吗？四十号啊，那天二十号做吗？啊，四十号。四十号，我们还有多十号吧？应该是二月十号就可以开。开。我们炸的那个蜜蜂窝都不会有啊。不会有啊。朋友们。不会有了咯。有没有油？好像很厚样子。没有油了没有，好像可以。你要破一个洞。还有啊。我要买万能粉，万能粉一包15块，你们可以到新竹艺，以下我有置顶了的 ，OK， 新竹艺，新竹艺拍啥？可以摇的吗？可以啊 ，Joanne 二，可以。可以加一些辣椒吗？对啊 ，CCD 啊，你可以再调味。加点鸡精粉、味素跟盐 ，OK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的虾好了。阿桑老师安排时间了哈。Oh my god！ OK， 我来了，等一下哈。朋友们，等一下我撒一撒那迷人的青葱上去。迷人的青葱，哇哦，哇哇哇哦！差点受不了哎，可以不要拍照。他在讲你的那个酵素，什么？会醉的酵素，开了情人节用刚刚好，好像是哦。哎，二月十号嘛，二月十四号情人节啊，你自己想，好好想，二月十四号你要煮什么东西给我 ？OK OK OK， 朋友们，我老，
我要拍照，我很想要现在就吃好了嘞。要拍照哦，这样你留两只拍照了，你吃这只比较不美的啦。哪一只？这只。哦，这只。这只。这只比较不美。这只。哦。这只。啊，最小只不是啊？啊，你吃这只了，等下那两只留着拍照了。哇哇哇哇哇！朋友们，刚刚好。那肉质湿湿的。刚刚好，刚刚哇，哇哇哇！你看那，你看，可以给他拍起来。可以给他拍起来。Oh my god！ 你看，可以给他拍起来，放马克脸。完美。对啊，你们拍起来，我拿你们照片帮你们夹字，你看，好冷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哇！朋友们，这道菜真的是完美。好料啊！讲到这样，你的表情这样子，我也想要试看呢。你最好都要没有表情。我 try 啊。哇，很香嘿喂！等一下，我还没有吃啊，很少。朋友们，你看我讲话每次都是摸良心讲的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我都是摸良心讲，我没有按着良心的。很好吃，真的，哎，真的很好吃。哇，哇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哇，这个待会冷了不好吃啊。它的口感刚刚好，它的熟度。刚刚好，朋友们，很好吃。蒸鲍鱼、蒸虾、蒸海鲜，什么都不重要，两样东西最重要。第一就是食材的新鲜度，第二就是火候的拿捏。OK， 肉类你可以煮过熟，海鲜类就不能煮过熟，尤其是贝壳类。OK， 对，有壳的那些。有壳类那些，嗯、螃蟹太熟、嗯，肉质老掉，水分流失，嗯、虾肉、龙虾。很多人跟我讲，龙虾吃起来比小虾还难吃，为什么？因为龙虾是它的灵气而已，它吃起来是硬硬的。其实你们会煮的话，真的很好吃。很好吃。嗯，如果你们会煮的话，真的非常非常好吃，龙虾非常好吃，就是你们的那个火候拿捏到跟那时间拿捏到准准刚刚好。你遮住那个灯。OK OK。我脸整个变成黑掉了，我包括一下。你脸本来就很黑了。来，朋友们，记得不要再弄到人家流口水。九连拍，你们不要每次给我看，我很期待丑丑的样子。里面有什么东西看嘞？今晚。来，朋友们，我们有一个 group 是五分钟。爱问厨房交流圈，那你们可以。到爱问厨房交流群，想要加入的可以加入，可是谢绝无人头照，啊，没有人头照的一律没有得进，啊，除非你在 group 里面是很 active 到娜娜跟李红两个认识你们，啊，他可能放你进来，不然是进不到的，因为太多太多那些假账号了。然后那个龙虾，我们问龙虾要煮多久？多大只？黑的。对对对，要看你的龙虾多大只，要看你的龙虾多大只。对，肉肉柴柴的，不，龙虾的口感其实不是这样子的。之前我也是吃过，哎呀，龙虾哪里好吃？那个肉酱柴，酱什么？可以用鱼哦。然后就自从我老公煮了给我吃过，我就很爱上龙虾了。好、啊，它是煮到那种肉质刚刚好的，然后咬下去好 juicy 的感觉，刚刚好。700g。700g 啊？一只700g 哈、啊。什么龙虾？波士顿还是青龙？700g 的话，如果你要拿来这样子蒸啊，700g 一开二蒸八分钟，一开二八，700g 一开二，水滚，放下去盖，然后看它出烟，开始算八分钟，然后关火，焗它两分钟，十分钟可以吃，绝对。嫩嫩的 okay? ，OK， 真的是很熟悉的感觉的，你们不要把那龙虾整坏掉哈、哦。You say you will tell them put my dog in， OK， 哦，苏胜庆，可以，李红 ，PR 苏胜庆，请来，苏胜庆，因为这只狗是他孩子来的，
我看一下，什么私生气呢？哦，他讲他放在头上了，可是这只狗是他的孩子啦。OK， 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OK， 好，欢乐时间过得真是快，又是时候说拜拜。大家，我们明天晚上8点见。真的吗？希望我没有再开贴。明天晚上8点，那边不是要做那个宴会啊？哦，明天做宴会 ，sorry， 明天不能。明天做宴会啥？你看，明天有人外带私房菜 ，sorry， 我要处理，所以还好哦。应该8点不能，9点能 ，OK。人嘛，还等下你不能的啦，等下你又那边吃5点是吗？OK， 我们明天晚上9点见。OK， 九点。三杯一生多久？三杯。三杯多大力？要看多大力。多大力？看你们的那海鲜多大哦，因为大小蒸的时间不一样。OK， 大小蒸的时间不一样，要拿捏到刚刚好。OK， 来。OK，Good night，everyone。OK， 谢谢大家。晚安，拜拜。你们要进 group 的，你们可以去爱问厨房交流区，然后进 group， 然后呢，记得要有头像哦。如果是没有头像的话，我们这些管理员担心我们不要批准你们哈，所以你们记得，除非你们是特别原因，好像苏生亲这样，他的狗是他的孩子。是很有纪念价值的，他很疼爱他。OK， 好，谢谢大家，晚安啦，拜拜。